大十八变亮瞎你的眼，徐娇的成长俨然就可以直接用来当变性兼整容的成功案例。从星爷手下的野小子慢慢进化成千娇百媚萌化你的小萝莉，最重要的是人家还真的从没打过针动过刀。人美就算了，徐娇你能不能给众多女星留条活路啊？像 cosplay 这等需要气质与美貌兼备活动，你就不要再现身了好吗？这新曝光的一套优酷里的武神 cos 照秒杀所有嫩模女优有木有？虽然她略带高冷的气质和动漫迷心目中萌萌哒主角有点出入，但她美到不食人间烟火，犹如从硬盘里走出来的效果，让宅男们根本无力反抗啊！惊讶女大十八变，对16岁的徐娇来说，真算不错的小女孩了。年纪轻轻就收到众口一词的赞扬，徐娇你有没有每晚都偷偷笑到睡不着呢？更令人无法直视的是这一位，我接受不了她是女孩子，难道如此美艳不可方物的优酷里的舞，你竟然希望是个男人 cos 的？